我们有那个亚丹道，我们彭教授呢，他有一个奖，今天要授予我们梁立章。现在有请彭建华教授。我们这个作为湖北老乡，有这么优秀的小孩子，我们感到非常骄傲。那么呢，由我们湖北老乡的主要发明家杨焕明。姚华明，我上来干什么？我要特别证明一下，我要发言，因为姚华明的那个大力的推荐，那么美国国际教育奖学基金会特别呢为 Andy 呢颁发呢奖状和奖金。那么我们现在就请姚华明呢简单的向各位老乡介绍一下 Andy 的成绩，然后呢代表美国国际奖学基金向 Andy 呢发放奖状和奖金，好不好？我能不能写个 email 发给大家到处？大家好，我非常非常高兴，来为就是我们的状元呢授予奖金和奖状。今天就是我们这个周末呢，就是报纸大家已经都看到了，《多位时报》有一整版介绍我们今年2009年。这个乔治亚州的男女状元，其中那位男状元呢，就是站在我旁边的安迪桑张格尔，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啊！大家知道，我们这里在座的华人朋友，我们湖北老乡，我们大家就是在美国拼搏，工作都非常非常不容易。我们很大的愿望，我们这是吃苦耐劳。的目的是什么呢？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话呢，都是为了我们的后代。说实在的，那么最近这几年看到我们的后代茁壮成长，尤其是我们湖北人的后代，我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最近这几年我们湖北人的后代确实为我们争光不少，今年就更上一层楼。我们张哥，这是我们雅城这么多年以来华人当中的孩子第一次获得总统奖，总统奖代表着高中毕业生的最高荣誉，这是我们的骄傲，这是全社区的骄傲。下面我把张格的一些简单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张格他的英文名字叫 Andy， 他是 Wharton High School 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他的 SAT 1 SAT 2考试都是满分，他是 Wharton High School成绩第一名，高中毕业生，他是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他被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美国高校同时录取，并且获得就业 Tech 全奖。现在他准备上哈佛其他大学。安迪是今年美国总统奖的获得者，每年就是每个州只有两名，一名男生，一名女生。所以说他是我们乔治亚州的状元。安迪是一位非常非常了不起的高中生，这下面捏出来的奖啊是用英文写的，我的英文不好，我就不练了，有一大串，很大很大一串。欢迎湖北话，欢迎说湖北话，欢迎说我们公安话，好吧。我非常非常自豪的是什么呢？安迪他的爸爸跟我们是真正的老乡哦，我们两家在湖北的这个住址相距只差30公里。在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他的爸爸跟我两个是这个教研组毕业出来的学生，我们有很深的渊源。所以说他的儿子取得那么好的成绩，我为他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他的最大的奖项我给大家念一遍啊，除了刚才总统奖以外，这里面有很多军人的奖项，这很多在华人职业当中还没有获得过的。其中一项大奖是是什么呢？你看我怎么找到的。讲一讲，前面我就不说了啊。Discover National Tribute Scholar。OK。这是什么呢？这是在2万个 candidate 当中选出来的一个，全美国只有10名，奖金3万。哦吼。
是可口可乐 scholar， 可口可乐 scholar， 这是一个非常 prestigious scholar award， OK， 这是在75000名当中看见的当中选出来的，安妮是可口可乐奖 scholar 的获得者。后面还有一趴子我就不说了。OK， 那我今天很荣幸，非常高兴的代表美国国际奖学金基金会向安迪授予证书和奖金，奖金在后面啊，是不是？我就不说了。恭喜恭喜，安迪，你跟我们说几句话吗？好吧。你可以说英文，我知道你中文不好。嗨，我的名字是 Andy， 我想谢谢给我这个 opportunity， 还有给我这个and today's Mother's Day, so I want to thank my mom today, and my dad in Tennessee. Thank you to everyone for inviting me, and thank you so much. We are very proud of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Congratulations.